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睇今晚嘅生活调查团，我系主持人杯杯。嗱，咁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提醒翻各位观众啦，如果你哋喺生活上边有咩疑问咧，需要我哋帮你哋解答嘅话，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博或者系官方微信同我哋留言噶。好啦，翻我哋嘅正题，金秋十月咧，正系栗子上市嘅好季节啊，咁好多街坊都中意食，但系栗子背后嘅安全隐患却系层出不穷。咁究竟真相系点嘅咧？接落嚟，我哋为你一一揭秘。秋天一到，正系栗子上市嘅季节。在冻冰冰的寒风当中，如果你食上新鲜出炉的糖炒栗子，真是想想下都流口水。而在中医认为，栗子有补肾健脾、强身壮骨、益胃平肝等功效，最适合就是秋天温补的啦。正是因为栗子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平时在大街小巷都很容易会见到炒卖栗子的档口。但最近就有传言话，市面上面有些糖炒栗子背后暗藏猫腻。据说部分的糖炒栗子之所以看上去色泽诱人、卖上一流，都是因为嫁了了。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糖炒板栗炒出来的外观更加鲜亮、卖相好，一些不法商贩会把一些工业石蜡添加进去。就此，记者对一些销售糖炒板栗的商家进行了调查。这怎么炒的呢？这就在这炒的，糖炒的。以前唱的。糖炒还放什么呗？说有那个放石蜡的。有，去年他们嚷嚷一说有一阵子打石蜡，打石蜡。放石蜡是为干嘛呀？他放。外观好呗，好看呗。石蜡以后，那栗子它就放十天是光亮光亮的。在新闻当中，我哋得知有啲商家为咗栗子嘅外观更加吸引人，会喺炒制栗子嘅过程当中添加石蜡。传闻当中提到嘅石蜡究竟何方神圣啦？人食咗会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啊？为咗揾到答案，我哋嘅调查员杯杯就决定去到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一下便医生。石蜡呢，实际上来说是跟我们的平时使用的蜡烛的这种蜡呢，实际上是处于同一大类的东西。实际上呢，我们在使用石蜡这个东西，实际上有一个品级是叫做食用的蜡，不是石头的石，那么就食用的蜡。那么如果是达到这个等级呢，我们平时肠胃是可以耐受一部分的。那么有些工业加工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产品的时候呢，会添，就是说在表面上涂上一种这个东西，那么我们接触少量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太大的损害的。但是呢，你提到用石蜡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很麻烦一点，因为石蜡大部分是工业用的，那么工业用的意味着它的纯度达不到我们的使用的标准，那么达不到这种使用标准，如果这个时候使用，那么肯定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里面的杂质太多，这些杂质可能跟我们的重金属啊，可能跟我们的一些有毒元素有关系，所以如果是轻易的添加石蜡的话，可能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危险的。好啦，咁听完专家嘅解释啦，相信大家对于栗子咧有咗进一步嘅了解。咁而家啱好系栗子上市嘅一个好季节啊，咁街坊都好中意食。咁但系传闻当中咧就话栗子系有添加咗石蜡同埋甜蜜素嘅，咁究竟系咪咁样咧？我哋继续为你调查。做咩啊？食栗子咯，其实过咩？喂，呢啲栗子咧系我喺广州各个地方买翻嚟噶，你个胃食猫啊，你唔惊入边有石蜡嘅咩？吓，石蜡？唔系嘛，我食得咁多，唔会嫁出人命噶。啊，你唔使交。不过咧，我就听好多街坊都话咧，呢啲栗子啊，其实系加入咗石蜡咧先会咁靓噶。咁你觉得边个会有咧？呢个啦，呢个好靓啊，睇上去。呢个？不如我哋试下用指甲刮一刮啦，你睇下。都刮唔到，都冇喎，咪加咯咋？咦，我听物理老师讲过咧，石蜡系溶于水，而且遇热就会溶化噶咯。不如我哋高滚水淥下佢咪知咯。醒目喎，除咗系食货，仲学霸添喎你。听啦，啲饭仲似唔系浪费噶嘛攞嚟。好啦，咁我哋做实验啦。听到晓林的呢个建议，真系令到我哋嘅调查员恍然大悟啦，所以就即刻准备好烧杯同埋热水，再买翻嚟嘅五款栗子放入烧杯，并且用热水浸佢15分钟。之后我哋再嚟睇下五款栗子系咪真系好似我哋嘅预想咁样，会有石蜡溶出。15分钟过去了，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实验结果。
嗱，咁大家可以見到啦，睇表面嘅話咧，上邊係有一啲顏色出現嘅，但係咧再望落去咧係冇出現類似白色石粒咁樣嘅物體嘅。咁我哋再睇睇其他嘅樣本，咁望落去咧都係好明顯係冇發現有噶。嗱，咁雖然話我哋今次嘅實驗結果咧係冇出現石粒，咁但係我哋喺平常嘅生活當中，咁點樣去辨別我哋買到嘅栗子係咪含有石粒呢？根據實驗結果顯示，我哋買翻嚟嘅五款炒栗子都冇石粒狀嘅漂浮物出現。見到呢個實驗嘅結果，就真可以講係可喜可賀啦。只不過我哋嘅抽樣並唔可以代表成個市場嘅情況。既然係咁，我哋都係嚟問下專家，糖炒栗子係咪可以放心食用好過啦？如果整個的栗子咧，相對來說還好一點點，畢竟它還有一層殼，畢竟它還有一層殼。對啦，我們吃東西的時候呢，只要小心一點，我剝開它，只要這層蠟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来源的油不接触到那里面的果实，那么一般来说风险还是不是很大。听完专家咁讲咧，我都放心好多啊，因为平时我好中意食栗子噶，特别系咧冬天嘅时候啊，哇抱住个栗子咧边食边煲，其实真系 perfect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咁噶，因为我炒得始终都系我妈炒得嗰啲唔够香又唔够甜，但系咧出面炒得有香又甜，我真系好中意咯。啊，话时话，点解出面炒得有香又甜？但系我妈炒得咁唔好食嘅咧，同样都系板栗。但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会味道相差那么大的呢？你说会不会是加了那些甜蜜素呢？不会吧，那不如我们买街坊吧。有啊，有，应该是有吧。试过。经过我们刚才的采访发现，有部分的街坊的确试过买到一些甜味非常之高，甚至甜味有些反常的栗子，而更多的街坊就觉得栗子本身的甜味就已经很重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最近网上就流传一条这样的新闻，据说我们吃到糖炒栗子之所以香甜可口，是因为加了一种叫做甜蜜素的添加剂。那么这些香飘四溢的栗子真的是用糖炒出来的吗？记者从某食品添加剂商铺的店员这里了解到，其实有不少出售糖炒栗子的炒货店都会从他们这里采购一种名为甜蜜素的食品添加剂。老板你给我用吧，这就是变形的糖精，晓得吗？那说行的对，我同学现在所有的食品包括食品网都是用甜蜜素。我还得找个牙签用不动啊，基本上都行的，我行了。甜蜜素呢，实际上是我们在食物添加剂里面其中的一类，我们称之为甜味剂的一种东西。那么因为它的甜度，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白糖、蔗糖这一类的东西呢，会甜很多，所以呢，从工业加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应用甜蜜素的时候呢，可以在糖的使用量上面省很多成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一部分甜味剂它因为不产生能量，所以呢，它可能会在病人里面用作一种甜味的替代用品。虽然话甜蜜素是一种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过量使用对身体仲会有一定的伤害感。所以为了搞清楚我们现时市面上售卖的栗子有没有可能添加甜蜜素，我们分别从超市、市场、路边摊以及专门店购买了五款的栗子，并且将这五款栗子送到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我现在拿着是刚刚所采集到的五份栗子的样本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看看这些样本当中的栗子究竟有没有甜蜜素。48小时的等待，检测结果出来了。1号、2号、4号、5号的板栗是没有添加甜蜜素，而3号从路边买回来的板栗，甜蜜素的含量是每100克 0.078 克。那我们都知道甜蜜素是一种允许添加于食品当中的甜味剂，那三号板栗当中的甜蜜素含量究竟是高还是低呢？按照添加剂的规定来说的话，甜味素的使用率的话一般来说是不超过1.5克，大概是1.3克每公斤的食物量，那么这个量基本上来说可以达到我们的甜味需要的。如果过量的使用，
那么首先来说，对我们的口感刺激会很厉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对我们肠道的反应也会造成一个刺激反应，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肠道不舒服。如果是过量长期食用，那么它肯定会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吸收以后呢，最终要通过我们的肝脏代谢从肾里面排出。实际上如果是过量食用，它最大的危险的话，实际上对我们肝功能和肾功能的损害会比较多一些。嗱，咁其實喺表面上嚟睇啦，栗子加咗甜蜜素同埋冇加甜蜜素咧，係好難區別嘅。咁但係咧喺網上有人就話啦，可以喺味覺上邊去辨別。咁而家喺我面前咧就係五種栗子。咁我哋咧亦都係請嚟咗兩位志願者，分別係曉林同埋娟娟，咁幫我哋去分別一下呢五種當中咧，其中有邊一種係含有甜蜜素咧？嚟一齊試下。咁你哋已經試食完啦，咁曉林你覺得邊個最好味呢？我覺得咧呢個味道就適中咯，唔會好甜。我覺得這兩個栗子，兩種栗子，它吃起來甜味跟其他的不一樣。好，嗱，咁你哋喺呢五種當中試食完啦，咁覺得邊種係含有甜蜜素呢？我覺得呢只啊，點解啊？因為呢度係最甜喎，太甜，即係覺得佢太甜。咁娟娟你覺得咧？這一個還有點發苦的感覺。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嚟揭开谜底。咁如果答啱咗嘅话咧，我哋个盘下边系会有嗰张纸条嘅。嗱，呢个咧系晓林嘅答案嚟，噔噔噔噔，咦，答啱咗。嗱，咁呢边咧系阿娟娟嘅答案，睇有冇先。哇，都好犀利喎，你两个。根据我哋两位志愿者试食反馈翻嚟嘅意见，我哋发现添加咗甜蜜素嘅栗子食起身特别甜，甚至有发苦嘅感觉。将个味道嚟辨别栗子系咪有添加甜蜜素，这个似乎有啲偏颇噃。嗱，当然啦，两位志愿者并唔可以代表所有人嘅意见，所以我哋都系嚟问下卞医生，究竟点样区分添加咗甜蜜素嘅栗子啦？实际上来说，从栗子的角度来说，它主要的成分是淀粉。那么淀粉呢，实际上甜味，就说敏感的甜味，它不是很强的。我们吃栗子的时候呢，要把它放在嘴里慢慢的咀嚼，让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感觉到它的甜味在慢慢增加。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已经足够满足我们对甜味的需要了。如果是你一吃到栗子，你一吃马上放到嘴里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明显的甜味，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肯定添加了糖或者是甜味剂了。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说甜到发苦的情况下，那估计不是添加糖的了，那估计是添加甜味剂的了。因为这种甜味剂的甜度会非常高，稍微过量一点，我们这种甜得发苦的感觉就会非常明显。卞医生仲同我哋讲，其实添加甜味素嘅分量系非常之难把握噶，所以栗子添加甜味素嘅可能性比较低。其实正规嘅糖炒栗子添加少量嘅麦芽糖或者白砂糖，甜味就已经足够噶啦。但系讲到呢度，问题又嚟啦。由于糖炒栗子通常都会添加少量嘅糖，商家通常都会喺炒制之前将栗子开口，方便糖分嘅吸引。但系最近有人话这个开口嘅板栗食多咗会致癌，咁究竟系咪真噶啦？不开口的，一般开口的吧。开口，我中意买啲唔开口嘅，应该不开口比较好啲吧？梗系开口啦，咁冇难搣噶嘛。那开口的好扒一些吗？甜味进的多一些吧？因为开口可能好剥一点嘛，容易搣啊嘛。根据大部分街坊的意见，各位都喜欢购买开口的栗子，因为可以看到栗子有没有烂，而且贪佢比较容易剥开。但最近又有传言话，买栗子最好就是买不开口的，因为翻炒板栗的时候，镬入面的原渣和糖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种物质形成焦糖，时间长了就会变成黑色，这种物质会致癌添的。哇，咁恐怖，是真不是啊？开口的板栗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怎样才可以揀到安全又美味的栗子呢？栗子虽好，但你又知唔知道适可而止啊？传言偏讲，查咗先讲，下次翻嚟再话俾你听。全言片讲查咗先讲，欢迎翻嚟收睇第二节嘅生活调查团。咁喺我哋上一节当中咧就提到啦，开口嘅栗子系容易导致致癌噶。咁究竟事情嘅真相系点嘅咧？我哋即刻为你调查。
好啦，咁而家喺我面前嘅咧係有兩份一模一樣嘅栗子，咁等陣咧我會將呢邊嘅栗子係開個口，開完之後咧將呢兩份栗子咧係放喺個煲入邊咧進行翻炒一下嘅。好啦，咁而家咧我要先將呢邊嘅栗子開個口。兩碟嘅栗子已經炒完畢啦，咁接下嚟咧，我哋嚟睇一睇咧，其實炒完之後嘅兩個栗子係有咩變化嘅。好啦，咁我哋睇下呢邊已經開咗口嘅呢啲先。嗱，剝開啦，好明顯可以睇到啲焦糖色係附咗喺表面上邊嘅，而且有啲糖咧黐住喺表面。咁而呢邊咧就係冇開口嘅，咁我哋冇開口嘅呢邊咧都剝開嚟睇一睇啦。嗱，呢個咧就係冇開口嘅栗子，咁大家可以見到啦，表面上咧係冇任何焦糖顏色嘅，咁而且都係非常之光鮮啦。但係咧，我哋喺傳聞當中咧就聽到啦，話喺我哋呢啲栗子當中啊，糖咧遇到高温之後會發生焦糖反應，係會對人體咧產生危害，甚至係會致癌嘅。咁究竟係咪真嘅咧？我哋一齊問下專家。實際上，從焦糖這個成分來說的話，它本身的致癌性並不是很強，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沒有把它當作一個致癌物，那麼它只是在我們使用糖加熱這個過程之中有點焦化，它的目的实际上可以增加食物的颜色，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乐里面它也会有一部分的焦糖成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目的呢只是让它产生一个颜色的反应以后我们就停止了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损害，从板栗本身来说开口或不开口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问题，因为这个开口或者是不开口的话，那么只是说我们的加工过程中选择它的一个加工的风味的有所区别而已。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那么我们在选用板栗炒板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到沙呀，用到其他的就是沙石这一类的东西来炒板栗，那么有些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危险。那么如果开口的板栗来说，如果它接触沙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它这种沙石的污染就跟我们土壤的污染一样的，可能是有重金属的污染，我们的汞的污染，或者是其他的有毒物质的污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开口的板栗风险会更大一些。板栗美味，营养价值又高，好多人都喜欢吃。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购买糖炒板栗的时候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怎样才可以买到美味又安全的板栗呢？实际上我们对于栗子的一个要求的话，我们是希望它有一个本身的颜色，那么我们正常的呢是一种深红色或者是深红色偏暗的一个颜色是它本来的颜色，那么一般我们选择栗子的时候看它的表皮的一个反应，那么这种深暗色的没有一种很明显的光泽，那么实际上是暗色的东西呢，像这个应该是它本身表皮的颜色。那我们的选择大小可能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有的小和大呢并不代表它的颗粒比较饱满的程度，那么你可以在手触的时候稍微偏硬一点点的，或者是我压下去的感觉会好，就是压得不是很深的情况下的话，可以接触到的心呢，那么相对说会更饱满一些。如果我们平时看到外面炒的栗子或者是说卖出来的栗子，它表面的光泽非常明显，甚至我们看到它有反光的，100%添加了石蜡，或者是用其他的油类来擦过表面，那么这种情况下不是它自然本身的颜色。那么如果是你要选择要开口的栗子的话，那么这种呢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安全。学识拣健康美味的糖炒板栗，但是仲系有人会觉得自己动手会更加安全。咁平时喺屋企入边，我哋可以点样食到美味又绝对安全嘅板栗呢？我哋请到咗一位美食达人，等佢嚟话你听啦。嗱，咁相信咧，大家已经去识拣啦，安全又美味嘅栗子啦。但系咧，有啲人会觉得咧，自己喺屋企 DIY 嘅话咧，会更加之好味。咁但系平时喺屋企，我哋点样食到又好味又安全嘅栗子咧？嗱，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咗一位美味达人嘅屋企啊，阿陆阿姨屋企。咁我哋请教佢两招先。嚟，陆阿姨你好。大家好。那陆阿姨，听说你是我们厨艺里面的高手，做的栗子呢可是杠杠的。那今天呢，可不可以教我们两招呢？可以哈，那跟我来一下吧。好，阿姨啊，那今天我们做栗子的方式是怎么样？是用那个锅来炒，还是要怎么样吗？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就是炒板栗呢，有就两种最好的方法，一个是用微波炉，还有一个就是用电饭煲，就是这两种方法呢都是比较常见又而且简单方便。现在我就把具体的步骤呢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这怎么操作啊。嗯，那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呢就是先把选材也很重要，就说不要选那些太大的那些板栗，选这种稍微均匀一点的，就叫锥栗，而且这种栗子呢它可能就含养分比较高，再一个呢它又不容易烂，所以呢就吃起来就比较爽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洗完以后呢要把每一个板栗呢就要把它剁一个口。为什么剁一个口呢？因为这些装了微波炉这里呢，如果你不剁口它容易爆炸，所以不安全。再一个呢，你剁了口以后呢，那些糖啊油啊容易入味。阿姨，我看你已经剁好了，我准备一个碗给你盛哦。在微波炉呢最好是用这种专用的微波炉碗。它呢把它放进去，而且这碗上面必须还有一个眼的这种盖子，有一个孔啊，一个孔，出来气不会爆炸，它的碗爆。但是没有盖子也不行，那个气太快的走了，那个板栗不便于板栗的熟。准备好钉栗子的碗之后，我们只是将栗子放入微波炉钉两分钟，然后拿出来加入糖油搅匀，再叮两分钟，这个微波炉板的糖炒栗子就完成了。做完微波炉板的糖炒栗子，陆阿姨就说电饭煲板的糖炒栗子一样咁方便的，只要重复以前的步骤，将栗子放入电饭煲当中，加水浸过栗子，再加入适量的油和糖搅匀，煮到电饭煲跳掣，拿出来摇一摇，再放到电饭煲煮到跳掣就吃得了。话都冇咁快，安全又美味的自家糖炒栗子就完成了。栗子好了啊！哇，做好了，好香哦！电饭煲的哦，这个是微波炉的，你尝尝看。哇，太香了！来，要我这个小馋猫帮你试一下味道。好香啊！这个好软熟啊，这个咧系电饭煲煲出嚟嘅，然之后咧佢嘅软熟度咧啱啱之好，因为我哋啱啱做出嚟啊嘛，然之后咧，哇，好香，好好味，阿姨，这个很棒。微波炉叮出嚟呢个咧口感系好烟韧啊，因为佢叮出嚟嘅口感咧其实系冇电饭煲呢个咁软熟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系用微波炉叮出嚟呢种咧系更加之适合我哋啲后生仔食啦，咁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咧可能系更加之倾向于呢种喺电饭煲煲出嚟嘅，因为佢软熟度系好够啊嘛。今日咧就介绍咗两种方法啦，首先第一种系电饭煲嘅，咁另外一种咧系微波炉嘅，咁两种方法咁简单，你记得未呢？调查到呢度，生活调查团提提你，糖炒栗子添加石蜡同埋甜蜜素嘅可能性非常低，但喺买嗰阵，大家可以用纸巾抹一抹栗子嘅表面，如果栗子表面嘅颜色依然有光泽，而且纸巾冇油印，咁就可能买到添加咗石蜡嘅栗子啦。如果食到甜味非常大而且发苦嘅栗子，就有可能添加甜蜜素啦。另外，栗子嘅淀粉含量非常高，建议消化能力唔多好嘅人一次唔好超过食十粒。好啦，今期嘅节目又差唔多到尾声啦，希望今日嘅节目咧对大家嘅生活健康带嚟帮助。咁如果大家想对我哋节目有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博或者系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噶。感谢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期再见，拜拜。